5月27号下午，杨紫首次回应此前黄圣依带男童参加杨紫父亲追悼会一事，并赞黄圣依大度，为了孩子晚点公布真相。黄圣依与杨紫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，坊间传出黄圣依小三的传言，但当事人黄圣依却一直澄清予以否认。5月28号，有网友爆料并晒出了杨紫和妻子陶虹的离婚证，按照上面的信息，两人早在2004年就离婚了，而杨紫和黄圣依是在2005年年底相识。如果离婚证为真，黄圣依就不是杨紫婚姻的小三，恋爱也就真的没什么问题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是这样，他俩为啥不直接公开也是稀奇。面对这样的爆料，淡定的网友们表示，离婚证还可以用艺名，这个离婚证的证件照根本就不合格，脑袋顶都照没了。哪个证件照是这样子的？民政局的钢印呢？你 P 图专业点，把钢印 P 上啊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5月28号下午，男主角终于发声，承认已与陶虹离婚多年，至此娱乐圈一个谜团终于有了真相。芒果捞新闻，希望大人的世界不要影响到小朋友就好。报道。5月27号下午，杨紫首次回应此前黄圣依带男童参加杨紫父亲追悼会一事，并赞黄圣依大度，为了孩子晚点公布真相。黄圣依与杨紫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，坊间传出黄圣依小三的传言，但当事人黄圣依却一直澄清予以否认。5月28号，有网友爆料并晒出了杨紫和妻子陶虹的离婚证，按照上面的信息，两人早在2004年就离婚了，而杨紫和黄圣依是在2005年年底相识。如果离婚证为真，黄圣依就不是杨紫婚姻的小三，恋爱也就真的没什么问题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是这样，他俩为啥不直接公开也是稀奇。面对这样的爆料，淡定的网友们表示，离婚证还可以用艺名，这个离婚证的证件照根本就不合格，脑袋顶都照没了。哪个证件照是这样子的？民政局的钢印呢？你 P 图专业点，把钢印 P 上啊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5月28号下午，男主角终于发声，承认已与陶虹离婚多年，至此娱乐圈一个谜团终于有了真相。芒果捞新闻，希望大人的世界不要影响到小朋友就好。报道。